张贼进出王处，满是为父一人之处。你就宽恕了吧。我呢是一个浑身充满了正能量的阳光男孩，你们看我这乌黑锃亮的肤色就明白了吧。我从小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，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霸是我的终极梦想。虽然我的汉语水平可能不太高，但是我的其他语言水平都还不错，比如自言自语六级，心里话八级。2022年3月21号就开始学习中文。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用语言给身边的人带来欢乐。我想听郭教授说，给我推荐一下。那我给你推荐一本八斤的书吧。我听完赶紧跟老师说，哎，使不得八斤的书我可不敢看。我对自己很满意。你也很好吗？去年我在我的国家各场比赛的时候，我拿到了国家的第二名。韩语桥比赛今年获得了我国家的第一名。武夷山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一个地方，一定要努力。我的目标在这个比赛中就是享受挑战我自己，